澎湃报道啊，说从市长到卫健委主任，本轮疫情60多人被问责，啊，他说了很多了。吉林的呀，广东的呀，长春的呀，呼和浩特呀，内蒙的，山东的。辽宁的这么多，这么多人被问责，这代表啥问题呀？那咋回事儿？都出责任了，国家卫健委也不知道能不能问责。